皆さんどうも、こんにちは。台湾很厉害，大家都会说日语。大家今天，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台语没嘛也要讲了，不过今天还是我的讲座，还是用国语讲比较好，因为其实2年8个月，我一直都在日本，因为这个疫情。我8月3号，到台北，从这个日本羽田机场到台北来。那就我从那个飞机下来就看到飞罗西的飞机，哇！然后第二天就开始那个中国的飞弹过来嘛。哇，所以是还是觉得台湾非常欢迎我，因为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当然是我知道台湾社会所面临的压力非常的大，而且这一次的局势，这个中国的军演是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不过还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长期来观察的我来说是在这个时候能够看到台湾的这个情况，台湾社会的反应。也是一种信用吧，所以是我觉得台湾一直都对我非常好，而且今天到高雄来参加这个演讲会，也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我台湾这一次大概是待了1个月，那明天要回去日本，就差一点忘记，现在日本还要求我回去之前要打那个 PUSH 所以是我今天早上到民生医院去检查了，那这个结果还没出来。如果有问题呢，我还要1个礼拜在这里。就希望继续跟大家一起吧。不过如果没事的话，就要回去了。那今天特别感谢高雄市立图书馆的林馆长，非常感谢这些图书馆的朋友同仁。因为对我来之后就收到这个邀请，那本来是我4号要，今天要下午要回去日本，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华航空，就可不可以改时间，就改到明天的，因为我真的很想要来高雄，虽然是我一直都在台北，当了记者或者是一些作家的活动，当然是以台北为主。不过每次来台湾，我希望来要到南部来，因为我希望南部高雄的这种开放的空气，从这个高铁一下来就感觉到高雄跟北部不一样了，所以来的时候就每次觉得很高兴很开心。那么这一次能过来最后一站，我的各地也是有演讲机会，或者是一些自己有一些采访。不过最后一天能过来来。过来到高雄来是非常的高兴。然后今天这个演讲之前，又我的好朋友陈思先，就是他请我到吃高雄的海鲜，也蛮好吃的。那吃了我一大堆的那个鲜海鱼，那也是在高雄才能吃到的，而且吃了很多，想要睡觉，不过现在不能睡了，当然是我也不敢能睡，而且因为今天我准备的。内容实在是蛮多，所以是尽量掌握这个时间。还有1个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20分钟，大概这个时间，我跟各位介绍一下目前的日本最新的状况，还有就安倍先生过世后的日本的新的这个情况，还有台日关系的未来。不过还是要感谢，刚刚介绍，给各位介绍我的小姐，非常的好的介绍，最后就差一点把我做说成安倍先生，就太荣誉了。然后林毅也非常好久不见，也是好朋友。那应该再讲的好多有我面熟的有几个朋友，也是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的一个时刻。那么，
今天我跟各位介绍看见不一样的台日关系，看见不一样的日本。这个主题为什么是首先这样子？我首先这个部分要介绍，因为安倍先生的悲剧，他的过世是不光是日本人，也是台湾人，也是全世界都很难过。我们失去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建筑家，也对台日关系，尤其是对台日关系超级重要的一个建筑领袖，就我们都失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日本看到台湾方面的反应，尤其是交流协会，我有一个很大的那种不知道怎么讲，中文怎么讲，一个大家都可以写的那个地方，看板，看板，好多人排队去写。然后也最近在台北就办了就怀念他的音乐会。然后最近也有看到我新闻，在高雄进行一个做他的铜像，这个听说是9月24号，就完整了嘛。这些一个一个台湾人的友善行动、友善表现，是可能你们比你们想象的大了，鼓励我们，然后让我们感受到，就台日关系多么重要，我们一定要保住这个台日关系的友好，有这样的决心。我相信通过台湾方面的一个反应，让日本人感受到，我们一定要做到。那么我一直以来做一个台日之间的来来去去的记者作者来说，台日关系的重要性是希望在日本越来越好，越来越提高。那第一件是最近看得到很大的改变，日本人也觉得台日关系是越来越很重要，当然台湾人也觉得台日关系是蛮重要，所以是情况是对我们台日关系越来越好的这个时刻，安倍先生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要面对。虽然是他离开之后还没有到3个月的，我们 还有一些心理上的伤痕还在，但是我也是新闻工作的工作者，也是外交的专家，长期观察台日关系的人来说，应该我们要思考未来的台日关系如何把维持良好状态，还有如何要更上一层楼。那今天呢，我跟各位介绍一下安倍先生过世后的新的日本政治的情况和我对台日关系的一种未来的发展上面的建议。那么我先要跟各位做一个 excuse， 因为我在日本2年8个月，几乎没有机会跟台湾人讲话。虽然有几个朋友嘛，不过在日本的台湾人都会讲日语的，所以我来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那个台湾的电视下面那个名字一讲的话，一就说听不懂，讲得太快，而且见到朋友都讲不出来我自己想要讲的话，所以是发现我的中文非常的退步。不过可能是过了1个礼拜2个礼拜，越来越找回自己的语言，那现在差不多又回到以前的70%到80%了，不过还是也许是有一点卡卡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可能让大家觉得叶斗冠的中文有没有退步，也许是退步了，不过请大家原谅。不过还是我相信我可以大家理解我要讲的话。那有时候我讲没有办法讲出来，或是没有办法用中文讲表现的时候我也许问够在讲的懂得日文的朋友如何用中文讲话，可不可以，好吗？好。那么时间有限，所以是
我想要开始。那么今天看见不一样的台日关系，安倍叔叔与佩洛西访问大杰米。这个大杰米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不敢讲大杰米，不过还是用我的角度、我的观点来介绍给各位介绍了。首先，我在台湾经常被问到：“野岛先生，你是到底是这个岛哪个岛是对的了？”就是日本的名片下面是右边的岛，山鸟的岛，这个也是岛了。不过我在台湾经常是被，例如说，我换名拿来日本的名片，说：“就是野鸟先生。”哦，没有野鸟症了。那有时候就是野鸡先生，或者是什么，所以后来就开始就用那个岛。所以现在基本上在台湾住的时候是都是简单的岛屿的岛走，用这个字。不过还是台湾人比较看不惯这个名字，没有习惯，所以岛冈先生，或者是野冈先生，或者是对啊。有很多念法了，没关系，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来自日本的一个会讲中文的作家蔡就 OK。 那我简单介绍我的到目前现在的人生过程。1968年出生，现在是54岁，如果台湾的算法的话55岁。然后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就想要念中文了，所以是台湾师范大学，又到香港中文大学念中文，然后进入加入新闻之后就要负责海外国际新闻。那台北驻酒厂是2007到2010年，那个时候民进党最不行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是对2007年是应该是民进党最后阿扁最后一年，我还是那个时候真的民进党没有元气的时候啊。后来是又前面又到过新加坡，又到过伊拉克阿富汗，都就也是从事一些战地采访。那个时候还蛮年轻，什么都不怕，我现在怕比较会怕不想死。然后2016年呢开始独立写作，之后就是那这些媒体人或作家，同时现在就是2009年开始，大东文化大学校会系的老师。那么下面是有好几本有关台湾的书。那最近比较新的是这个《新中国论》，虽然是民间是中国论，但是里面是还是写台湾、香港的。为什么习近平对台湾、对香港一直都采取不合理的措施，让台湾？香港的明星越来越离开中国，这个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们做？日本人都不懂，我相信台湾人比日本人懂得多。那第一个是可能是他的信仰，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不过很明显，2002年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两岸关系一年比一年不好，不理想。发现一个问题，又采取一个强硬的措施，又台湾人的对中国的感情是又越离开，越不喜欢。跟香港也是一样，犯了一个错误，又为了弥补错误，又做坏事，又离开，最后是用对香港采取强硬的措施，就用力，用法律来控制。这个我们一两年看到了。那到底现在日本人关注的是台湾，台湾会怎么样？台湾会不会跟香港一样吗？变成明天的今天的台湾，明天的香港吗？又最近发现乌克兰，那乌克兰昨天的香港是今天的乌克兰，也是明天的台湾吗？还有加上一个问号，就变成。这接下来是后天的日本吗？我们开始日本开始把台湾的命运跟我们日本人的命运连接起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过去是没有的。不过这三年的变化我觉得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事情是写成一本书
还是目前卖的还不错。那这本书听说明年在台湾出版，有机会给介绍台湾的读者，就也蛮开心的。那么在日本研究台湾或者两岸关系的日本的专家，包括学者也不少，最近也越来越多。不过我跟其他的作者有所不一样的是，有直播。我跟其他的作者不一样的是，尽量我把我的作品弄成中文，翻译成中文，然后我自己多每一本书出来，尽量来台湾做宣传。这个时候我可以上，也有理由可以上电视，或者是接受媒体采访，然后做一些签书会或一些演讲，这样就做了已经十年了。那么如果我在台湾有一些现在有一些知名度，这样的话就可能这个十年的过程是累积下来的一个结果。那我的写书的范围是比较广泛，两个故宫开始，还有最后的帝国军人蒋介石白短，还有电影的书也有，还有美食的书也有，所以我非常喜欢吃的。所以我到每个地方要都一定要吃，能够找到最好的东西。不过对米其林没有兴趣呢，因为他们介绍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吃。像，高雄的米其林最近有发表吧？那个一个寿司店，前，那个是我的朋友做的，所以是，可能下一次要去看看。不过在东京他们的店是做的很好，所以。一直就建议大家都去，一定不会不好吃。但是还是已经预约已经订到年底，听说变成很难订。那我跟其他的作者，日本作者不一样的事情，都是我的中文书都在台湾有一个市场。那之前是疫情以前，就是2019年之前，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中文。做书、中文著书、中文演讲、中文上电视、中文接受采访的日本媒体人是几乎没有吧。不过这两年之后，有一个另外一个有日本人，斯班明夫先生，对大家都知道吧？哇，所以我现在觉得不能输给他。不过我跟他的风格有点不一样嘛。他是没关系，反正对这个区别蛮还算是比较重要，因为对我觉得他的粉丝应该是90%都是男性，我希望我的粉丝有50%女性，是男女互搏最理想的。那么就是因为当时我觉得在台湾有的言论界日本人越多越好，因为可以表达不同的想法，不同的那个分析，给台湾人提供。我们日本人的一个第一线的内容，因为有时候台湾的媒体我有一点不满意，介绍日本的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太少。我知道台湾的中央社、自由时报和一些媒体在东京有一些有他们的记者，不过报道的分量觉得相当的少，而且尤其是这些今天我要讲的政治的深度分析。比较少看，能够少看，比较少看到。那么，可能这个部分是因读者的反应有关吗？我不知道。不过还是很重要，因为日本的政治新闻是跟台湾的命运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想要跟各位介绍现在的日本发生什么事，安倍先生过世后，我们要理解什么情况。那这个部分也许是。我每次都觉得，安倍先生如果在的话，更好。不过，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因为时代在改变，所以我们要面对新的日本的新的这个建筑情况。那今天演讲的主要内容是要分为三个，日本对菲洛西反对和中国军演的反应。那第二，安倍先生过世后，安倍先生过世对日本的政治和
代的六代关系下面的终极，然后第三断交五十年，就是台湾跟日本断交五十年，9月27号、28号马上到了，那我们进入新时代的台陆关系。今天内容是要分为这个三种部分来，一个一个都给各位讲好。那么首先，日本对佩洛西访台的中国和中国军演的反应。就是我们日本人，真的是台湾人，那么怎么这么冷静？有时候就海边看无人机，那我也看到台湾的节目里介绍那个有些渔民啊，抓鱼出海去抓鱼，那个记者问他你现在怎么可以出海？不过他说今天鱼很多，一定要抓。哇，台湾人很有胆子。我觉得这个台湾人的发音是东东给日本介绍，这个时候啊，日本人这边讲我们很惊讶，很意外，台湾人怎么这么乐观，有这样的反应。所以每次都我在台湾也东东就有很多日本媒体的采访或者是上电视，这个时候我都接了嘛，然后又现在很方便用线上采访方式，那每一个日本的那些就是主持或者是一些这个评论家问我，台湾人的反应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反应，他们很没有在意啊，当然在意，但是很冷静啊，问我为什么？其实这个为什么很难回答，我觉得台湾人都不能很难回答，不过有几可以找到几个理由。一个理由是，因为台湾毕竟是跟中国对岸已经几乎这个内战状态是70多年了，一直都面临中国的压力、军事威胁，所以呢是一种那种敏锐度比我们相当的低，而且台湾还是每个人都以前是每个人要去当兵，现在也是义务训练嘛，因为就是训练，那跟这个部分是我们日本有一点不一样，台湾对军事的部分是比较有一个门槛比较低，所以是比较可以是接受一些状态，然后有能力来分析这一次的威胁，这个军演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威胁怎么样。那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的判断就是这一次中国没有完成的，还是要威胁下台湾人，这个主要的目的。还有一个目的是习近平为了做好自己要决定那个参选的目的，要给国内看，要给自己党内的人看，大概这些理由是中国人这次不是真的要打台湾。我觉得台湾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判断，就所以是才能够那么冷静。不过这个部分是给日本人直接的这个印象，就是哇，台湾人很厉害啊，怎么那么可以乐观？因为这个部分是有一个日本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导弹打到日本的经济海域，这个问题非常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这一次习近平是犯了最大的失败判断错误，是把那个导弹打到日本海域。因为本来是对于我们日本来说，台湾跟中国的问题也许是也某种程度是别家的事，所以呢这个没有达到日本海域的话，那日本的反应是一定会是一种第三者的反应。不过这一次打过来日本，那我们日本上非常紧张而且生气，然后你们也看到日本政府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强烈抗议，这个是中国的导弹引起的反应。本来是可能大家都知道，现在最近的中国的政策是这样子，尽量要拉拢日本。为什么？因为美日台这个三角的同盟是他们最不想看的。那现在最容易 挖到的东西是什么？是日本。台湾是民进党政府，美国也是已经他们已经下决心防卫台湾，
不过日本这个部分是没有一个，还就可能有一个摇摆的可能性。所以习近平一直都锁定日本，所以安倍先生过世的时候，他们送过来的那个温暖的哀悼是代表，因为其实习近平先生非常不喜欢安倍先生，他们两个是一个死对头，但是还是最后是安倍先生对中日关系的贡献就他们称赞了，这个意思是他们想要拉拢日本的意图。不过因为是今年是台日断交，等于是中日建交，那他们觉得这个是 好机会，那一定要这么要做好这个工作。不过这个四枚导弹破坏这个外交工作，那就现在是日本是已经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句话是之前是虽然是安倍先生讲过这个话，不过坦白说还没有，之前还没有到日本社会的主流民意，有两种意见了，我们不要被卷入这个两岸的对立，的确在日本一直都有这样的声音。那另外一个有一种声音是我们一定要跟台湾一起面对中国，这两种声音在日本一直都竞争。不过这一次的中国导弹刺穿日本的抗中包台，或者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种概念是变成是我们日本的社会用于拿到的一个主导权。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对未来的影响是很大，因为最近的报道也都通过报道我也知道，日本政府增加预算，防卫预算有很多突破1%的限制，而且决定布置1500枚的长距离的导弹，日本各地，这个都是导弹，中国的导弹引起的结果。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当然是中国对其这一次的军演有很多思考，不过只是针对日本问题，还有台日关系下面，我觉得引起的影响是也真的很大，所以觉得很不聪明的一个措施。那第三，香港问题、乌克兰问题，还有最近的中国军演，其实2019到2022这三年的三个大事，几乎都决定了我们日本政府的安全战略。刚刚我跟各位介绍，日本有两种意见，胸派的意见和隔派的意见，也可以说是右派的意见跟左派的意见。那安倍先生的意见是比较右派的意见，当然是自民党内有左派的意见。不过 这三年香港问题、乌克兰问题，还有中国的军演，这三件大事，很大的事件，几乎决定了日本政府的未来的安全战略，是意思是我们要和澳洲、印度，当然是美国、香港，不是香港，是台湾，还有东南亚这些国民主自由民主国家做一个联盟来包围中国，就是反制中国。这个亚太战略是几乎都被就是在日本敲定了。我觉得所以是这个变化是对，应该是对现在的台湾是蛮有利的一个情况。不过呢，今天这个部分开始进入一个今天的主题，安倍先生过世后对日本的政治和日台关系、台日关系下面的冲击，是当然是这个冲击是很大，那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那这个如何复杂，目前是在台湾比较少介绍，所以我今天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给各位分享一下。我今天开始的时候已经 讲过，安倍先生过世的时候，台湾社会对这件事情的表现的态度，同情，我们日本人非常的感动，也非常开心，所以就是台日之间的情感的那个连结是我觉得越强越强越深的，那这个部分是非常有正面的作用。然后安倍先生获得已经是
目已经向间台陆关系的建筑林树是谁？台湾方面是当然是李登辉先生。那日本方面有谁？我想不出来呢。岸信介吗？都不认识这个名字吧？那谁？没有。不过安倍先生，当然是他在任的时候，他还在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部分，但是还是他过世的时候就坚定了他的这种历史定位、历史评价。所以我们以后可能是谈台日关系的时候，就台湾有李登辉先生，日本有安倍先生，这样的历史定位是有一种对变成我们的那个双方的共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对安倍先生来说虽然是很大的悲剧，不过我们也许是对安倍先生的历史定位上面啊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台湾有李登辉，日本有安倍先生。不过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各位有没有想象到日本人目前60%反对安倍先生的国葬？这个报道上面应该看到吧。我觉得台湾很多台湾人不可思议，日本人怎么会没有那么没有过半的人支持这个？赞成的人是30%，反对的人是5%或者6%。如果在台湾做这个民调的话，我觉得90%都会支持国葬，所以明显是有落差。我希望台湾方面也要理解为什么，这个一定要理解，理解才能够就我们可以思考下一步的台日关系。那么，日本人开始不喜欢安倍先生吗？不是，我们基本上，当然是他做首相的时候。18年7个月，时间很长的。这个时候也是政治，所以是有时候他打在野党或党内的对手敌人，所以这个时候是他有人不喜欢安倍先生。李登辉先生是一样，台湾做民调100%的人会说喜欢李登辉先生吗？不会吧，肯定是30%到40%说不喜欢。这没有办法，都是国内政治，有好有，就是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安倍先生也是一样，不过李登辉先生在日本有100%的支持，因为我们只看到李登辉先生的对日本友善的地方，那台湾方面也看到安倍先生对台湾友善的地方，这个难免的。但是对他的国葬反对那么多人是另外一回事，很奇怪，因为一个8年7个月，在海外明显那么大的领袖啊，这原因都是统一协会，台湾教的是统一教吗？统一教造成的问题。那也许台湾部分这个部分报道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在最近的报道看到的统一教的问题介绍的部分不是很多，所以可能不容易理解。不过这个是会影响真的很大，因为他们的这个宗教是很。某种程度在媒体被介绍的地方是看起来很恐怖，破坏家庭，破坏夫妻，破坏小孩的生活，就是要求很大的现金，结果呢家庭就破产，通通有好多例子。那自民党的政治家知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也不一定。安倍先生知不知道这个情况？也不一定，我不知道。但是结果来讲，统一派跟安倍派的关系是超级密切的，这个是已经事实被认定的。所以如果是安倍先生以外的安倍派的政治家一个一个都被批评，天天被批评，所以呢安倍先生过世后的统一教的问题的政治效果多么大，然后深度打击安倍派的社会信任，这个问题是一个事实的。所以结果是50%到60%的人不支持安倍先生的国葬。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可惜。不过目前政治情况来看，日本政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
我知道，我认为台湾人都很日本通，都是日本通，所以知道也应该听说过这个名字清和派。清和派就是安倍派的那个派系的名字。清和派是有可能会未来会分裂，目前还没有分裂，但是还是有可能。那这个是一个原因。安倍先生他卸任的时候还很年轻，我相信他一定要想要做再一次的首相，第三次的，而且他有这个资格，哇，名气那么大，有活力，所以他没有培养他的继承人，他还是找四五个中年代的自民党自己派系的人来叫他们觐见的状态，所以还没有培养好。如果等了十年，就每个人都变成不错的政治领袖。不过现在还年轻，还没办法。不过现在已经安倍先生走了，那安倍派会现在变成怎么样子？这四大所谓的四大天王或者是五大天王呢，开始互相攻击，所以他们现在没有团结。那结果是安倍派开始弱化，是很明显的。那相对来讲是安田先生或马先生先，这些是本来叫做红之派，也是一种派系的。后来他们就有一段时间是分裂，就没很不行。不过他们又经过这一次的一个安倍先生过世后，开始慢慢的复活起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政治效果未来一定会影响到台陆关系，因为安倍派是非常非常的亲台派，他们都很喜欢台湾。那么相对的来讲是这个最近也越来越好的这个红之会，就是安田派跟马先派，他们是1972年推动中日建交的田中首相和大饼外相的组合之后形成的一个派系。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日本的政治分类里面，就某种程度是被归类到所谓的亲中派。但其实现在他们没那么亲中，但是还是有一个比较平衡的外交，有平衡的外交理念是他们是的特色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影响是对安倍派未来是会产生一些影响。那我用这个图来跟各位介绍一个现在的日本结构，因为可能这个跟台湾政治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台湾政治是比较可以用单纯的角度来分析，因为民进党、国民党有四年一次有总统选举、立委选举，就是我们看得出来哪一个强、哪一个弱，很明显。现在也是四年，就我们用可以这个结果来分析，所以今年的地方选举也有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可以分析，民进党会不会更好，或者是国民党会找回他们的地盘。不过日本的政治是很复杂，为什么那么复杂？因为日本第一个事情是我们是议会制的，民主议会制的那个政治制度，所以是政党最大的政党的领袖等于是首相。那么自民党一党在目前是一党独大，那等于是自民党的内部的派系的大小联盟联合是可以决定日本的政治，这个日本的政治的一个最重要的最核心的观点。不过往往是这个部分是比较复杂，连日本人都不太了解的，那就叫外国人台湾人理解是不容易。
不过我今天比较用简单的那个图来，介绍一下，就是日本的目前的政治的这个情况。那安倍先生过世之前呢，日本的主流自民党的主流政治是基本上是安倍派、岸田派、麻生派跟茂木派，大概这个四个派系来控制。说，然后那个二阶派，然后是波先生最近来台湾吧，然后菅义伟先生的 group， 他们他说自己不是还没说派系，这些派系是算是非主流。那之前是我们日本是一种多元结构，安倍先生跟岸田先生，因为安倍派是很多100多个，那岸田派只有50个，麻生派也是只有50个，然后麻生派也是只有50个。不过这个里面是麻生派跟麻生派是不重要，因为安倍派跟岸田派的强力的这个联盟是一个这时候的日本政治的一个核心结构，所以这个我觉得多元结构是一种过之前的一个安倍自民的主流派的一个结构。那这个时候啊，虽然是安倍派比较大，但是安倍先生跟岸田先生是有很好的友情关系、朋友关系，所以是支持岸田先生，非常稳定的。不过呢，安倍先生过世后发生什么事情？出现这个新三角组成了。那很明显，我们通过这一次的内阁改组，八月份岸田内阁改组了。那安倍派是做联邦，这些所谓的四大天王、五大天王的火仙田先生要调到内阁的外面，然后高市早苗小姐是总自民党的政调会长，调到比较没那么重要的一个这个大臣，然后岸信夫先生，岸信夫先生就是安倍先生的弟弟，他是防卫大臣到首相部左官，其实他首相部左官是做什么都不太清楚，就是其实给他一个面子的。那么对松野是官方长官，他留任，然后西村先生是从阁外到现在做经济产业大臣。那么表面上是安倍派的那个阁员的人数没有那么的特别减少，不过很明显我们专门做日本政治报道的人就看得出来，安倍派是退一步退二步，就有点感觉是被排挤了。那么有人提出一些看法，目前在日本的一些政治专家提出一个看法，安倍派变成乌合之众，台湾有这个说法，乌合之众听得懂看得懂吗？就是人很多了，不过没有一个团结，所以是纷纷散散，没办法集合力量，变成这样子，也某种程度是对的。因为安倍先生太伟大，他太有就是大的政治领袖，就是派系的领袖。你们想象一下，突然间不见了，他然后第二人物、第三人物、第五人都没有。只有第五、第六、第七，这个建筑从事建筑的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就是各个都开始斗争，就结果是不团结分裂。那么还没有到分裂的地步，不过我们明显看得出来，安倍派，真的是现在面临有所危险的。那么。现在权力的核心变成是岸田先生，然后原来是同一个派系的麻生先生，还有原来是田中派的茂木先生，这三角新三角已经变成日本的政治权力的核心，所以是以前的政治权力的核心是在右边，不过现在变成是左边。不过呢，这边非主流派也有100多个议员，如果安倍派现在翻脸不喜欢你们，那就调出来。如果跟他们联盟怎么办？
安定先生也没有办法吧，所以是还是要给一些面子，给一些位置，位置合作关系，但是就是核心权力的核心是转移到这边，这个是很明显的。这种解读是政治解读，是也算是比较内涵的观点，而且可能在台湾的报纸报道里面是比较不容易看到。不过这三个月，两个月的日本政治政党的变化是真的很大，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非常不透明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因为呢，那这么做，刚刚介绍新三角岸田先生 OK 吗？他很好吗？他能够过得好吗？完全不是这样子。因为本来有那个安倍先生跟岸田先生，我叫做一个歌舞伎的角色，是什么？这不是真正的坏人啊，一种歌舞伎的角色了。因为安倍先生的这个他的形象，他的建造是强硬派，所以是凶派。然后岸田先生是他是演的好人，他犹豫不定，不会马上说出了结论，非常的一个不果断的人，但是给人的印象就是好人。那安倍先生想到讲，想要讲就讲，很讲直接，很讲明，他的 message 很明确。所以呢，不过这个两人是算是好朋友，因为他们同年成为国会议员。那我们这个同年呢，同学是非常的那个那种友情是非常浓厚，这个台湾也是一样吧。那这两个人是一种歌舞伎，有时候安倍先生针对日本的安保政策，或者是一些金融政策，讲出来非常强硬的政策。那假如说这个是白的，一百点的话，那安田先生把它扣到70%，所以70点，他就是接受70%，就当作践自己的政策。这个时候，日本的保守派也接受，安倍先生的意见某种程度被接受，然后岸田先生的支持者也是接受，因为安倍先生那么强硬，但是岸田先生保住了。就这，我觉得这两个人是真的配合的非常好，所以岸倍先生过世之前，日本岸田先生的支持的非常高，60%-70%，非常稳定。主要的理由是这两个歌舞伎的角色是扮演的非常好。如果是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岸田先生的黄金三年是没有问题的。那什么是黄金三年呢？因为日本政治是比较特殊，有两院制，就是众议院跟参议院。众议院是每四年有一次选举，参议院是每六年有一次选举，所以经过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未来三年日本完全没有选举。台湾人经常跟我说，台湾每年有选举，不过其实台湾选举是两年一次，那日本选举是大概是对三年一次了。那么三年一次的选举是没有的话，岸田先生的政府是如果做好政策，做好一个国内工作或者是外交工作的话，他可以享受黄金三年。安倍先生过世后，我们经常都会有这样的说法。不过这个歌舞伎的角色已经没有了，那么他目前是岸田先生寻找新的统治模式，不过还没有成型。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新的模式了。所以例如说国上问题，岸田先生如果他太早太快讲出来日本要举办这个国上，如果他等了一个月开了国会，然后赞成支持跟反对经过一些讨论，那我们就可以日本国内的意见呢差不多敲定这个国上的事情。不过他很快就讲出来，然后接下来一个一个统一教的问题是出来嘛，所以是被逐一被逐一被逐一。本来我们日本好好做好这个国上就好了，这个情况是又变成是好像每天被批评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能是岸田先生
觉得已经只有我安倍先生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下一个有一点草率的，有一点太决定太早的一个时候，就开始被攻击的这个结果是出现了。所以他的自主度是即时见底，就现在是30%几嘛，30%到40%，本来是50%到60%，所以时间觉得是陷入困境，这很明显。所以安田先生也面临困境。那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很难讲，因为例如说日本的东西物价还是现在有一点开始贵，不过我觉得台湾更贵吧。我觉得台湾 我这次来台湾就发现啊，东西都是每个东西都变得很贵了。一杯咖啡150块200块，然后什么一碗面啊又都变成100块，而且日元贬值，以前一台币三个台币呢，那后来变成3.5啊，还好，不过现在是4.5，甚至是4.7，那就欢迎大家来日本，多享受便宜的日本，所以日本人在台湾尤其开始变穷了，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都好，不过还是因为对，例如说我蛮喜欢脚底按摩，那每次来台湾都去脚底按摩，那就脚底按摩现在一个小时大概是800或1000嘛，那现在日本脚底按摩是一个小时多少钱？这不知道，就是3000卢比，3000卢比就是多少钱？650台币，所以就可能对很多台湾朋友都到日本就很能够哇。我这个便宜，划算划算，因为我知道台湾人最喜欢的是划算这两个字吧，所以是希望多享受日本消费生活吧。那还有可能讲到一些就是一些一些因素的事情，是因为我在日本发现这3年，可能各位到日本去的时候会发现东京的或者是大阪的台湾料理店越来越多。以前在日本很难找到卖咸豆浆或是那个大酱面线或是米带木或是那些都是小吃，很难找。不过现在东京每个车站都有呢，不过味道并不是那么好吃，但是还是可以，因为聪明的台湾人看到日本人台湾 loss 输出台湾那个情况是，我们想要常念台湾，都会到东京开了好多台湾餐厅。不过其实台北高雄都应该没什么变化，因为本来是日式餐厅很多了，所以这部分的是对日本方面的我们的那种台湾食物台湾饮食的那种怀念度是我觉得非常高。那么最近在东京可以知道的台湾菜越来越多，那我觉得这3年如果在东京有什么变化有被问到的话，我这样回答，就日本以前是我们做为了吃为了享受台湾的那些生活来台湾，不过现在某种程度是台湾可以在日本已经可以体验台湾那个台湾的味道，这我觉得很大的变化。好，那么下面呢，我今天的演讲的进入第三个部分，断交50年后进入新时代的台日关系。首先跟各位介绍过去的历史，1972年到1995年，为什么从1972年？因为这是断交1972年吧。说实在的因为我还没有开始写台湾，我开始写台湾的是2000年后，所以这个时代的台湾是台湾的事情是在其实我没有那么了解，但是通过一些老学者来了解的话，我就知道这个时代在日本几乎都台湾是不存在的，都是中日友好。那台湾那个时候是戒严的时代，所以是台湾本身可能是没有那么的有魅力的，所以呢有关台湾的书真的很少，三四年有一本大概的情况。不过你们知不知道
在日本目前是台湾是每年有100本，很多，然后卖的还不错，所以是我这点时间真的很感谢，那个时代是改变。如果那个时代我在做作家的话，真的马上要，哎，马上我不做了，没办法做。我现在很好，就日本有关台湾的书籍，台湾的有些，不管是政治还是社会文化饮食，都还是卖的不错。那么日本人关心，不过这个时代是很不一样，几乎都被遗忘的台湾时代。不过呢，这开始改变的是1990年到2010年这个时候，因为台湾开始民主化，有选举。1996年，李登辉先生当选，这个时候就我们开始台湾改变了，而且往这个民主的方向。那有人开始关心台湾，因为民主自由。跟我们的价值一样嘛，所以大家都开始关注。不过还是台湾是，如果好，那我们可以是表里的做用个表里的来比较的话，表是就是台中国，然后里面是台湾，但是还是台湾开始被看见，被就是可视化的时代。慢慢的，慢慢在日本台湾的成分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多。不过呢，2011年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日本311大地震，台湾给日本200亿的捐款，这个真的让日本感动，而且不是政府的捐款，就是每个民众的口袋拿出来的钱。其实当时是200亿吧，我现在变成日元贬值变成250亿，所以我建议大家开始讲这个是250亿就比较看起来更多，用台币算就变更少了。所以是还是对，我觉得这个这是一种开玩笑，不过还是250亿的捐款是可能这个比台湾人想象的大影响啊。那么小的台湾，没有外交关系，怎么会给我们那么大的支持？就感动，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心里很受伤，所以更有那个杀伤力了。结果呢，日本人其实日台友好这四个字是现在每个人都讲台日友好，完全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讲，而且如果。不过现在在10年前台日友好比较少讲，比较少听到，之前这个被遗忘台湾时代都是中日友好，台湾友好没有听说过。那慢慢慢慢的，然后后来是这10年2011到2022就变成是主流的。那现在中日友好很少听到，虽然是59年，中国政府说我们中日友好什么什么，都日本人都没有认同，因为我们讲了50年的中日友好，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敌对的中国，用武力来给我们大那么大的压力。虽然是有经济上的关系，还是有，不过还是我们的心理上是，中国已经不是我们的朋友。那50年讲了我们。讲了中日友好，没有什么结果。那台湾日本不被断交50年，没有外交，不过还是现在这么好的关系，很奇怪的。为什么会这样？我等一下跟各位解释。但是，就现在的确是我们是进入台日友好、日台友好主流化的时代。但是，2022年，就是今年，安倍先生过世后。那我们未来要有什么样的50年，就要讲到这一点。那我提出一个观点，三个盾牌，台湾一定要守护的三个盾牌。盾牌是什么？对，大家都有个问号。第一个就是半导体的盾牌，第二个就是美日同盟的盾牌，第三个是软实力的盾牌。这什么概念？可能是各位对想要了解吧。那第一个、第二个，我不用讲很多，不过还是要讲一点点。半导体，
当然是 TSMC 为主，台积电。这个事情是给日本的经济界带来很大的关心，因为没有半导体，没有制造汽车，我们日本是汽车工业为主的国家，那没有汽车产业汽车的出产怎么办？这个时候是我们一定要半导体，那么结果是日本人拿了数千亿的日币邀请 TMC 来日本。 TMC 本来是不太想要来日本，因为他们自己做就卖给日本就好吧。不过日本硬要，那台湾方面也答应，我可能是这个背后是应该有 台湾政府的个帮忙，还是重视台的关系，就 TSMC 就决定来日本。美国也是一样，然后英国的经济杂志 Economist 写了台湾是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为什么？这不是什么军事的问题，是半导体的问题。如果台湾的半导体没有的话，世界变迁是非常危险。所以呢，我觉得台湾现在半导体世界最先进，比香港、比美国、比大陆前面大概五年了。日本已经这个部分放弃了，很可惜，我没有办法跟着台湾竞争。不过台湾还是领先五年，这个一定要保住。才会，因为我们世界有一些人是有现实主义，用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中国那么大，我们应该要重视中国才对，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还在。不过台湾拥有半导体，就变成这些人的概念，半导体很重要，台湾最领先，那我们要一定要守住台湾。我觉得台湾目前的这个情况是对台湾非常有利，因为半导体比世界最先进的。那么我希望台湾政府，不管是政府或者经济界，全力来维持台湾半导体的优势，这个第一点。那第二点呢，美日同盟，其实安倍先生说的台湾优势日本优势，这句话是有一点是被误解的，因为这句话还有一句话，台湾优势日本优势，美日同盟优势，这个很重要。而且这句话需要反过来是什么意思？因为日本如果在台湾发生一个战争，如果金门岛被打，我们日本不太可能来出兵介入，这个是现实的。不过呢，如果中国要反制美军过来帮忙台湾的时候打美军，或者是美军的军机和军舰从松山基地到台湾来的时候，如果中国攻击日本领土的美军基地，那就变成日本也有事，因为我们有美日安保，我们有集体自卫权。美军在日本被攻击的时候，不管是海外也好，我们日本一定要跟美国一起打仗，这个是安保合约。我们也这个是不是要建立被建立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参与，这个法律规定的。如果我们不遵守这个法律，就美日关系就完蛋了。所以呢，台湾优势，美日同盟优势才是日本优势，有这个顺序的。所以这点是很重要。那么加上台湾本身的军事力量，虽然是由台湾也开始培养自己的一些武器和军力，不过对岸的他们的军事扩大的速度非常快，而且规模很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单纯的军事比较的话，就没有办法，可能能够打一两天、三天，这很难，所以一定需要美日的保护。而且这个意思是不是美国跟日本一起打仗的意思？让中国觉得台湾的背后有美日同盟，万一发生战争，有可能美国和日本一起来帮台湾忙，就是保护台湾，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让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担心，才是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预知力，就是让对方不要开始行动的力量。
那么台湾方面该做的事情是如何拉拢美国和日本，我觉得这个部分目前台湾政府做的不错，还有更加努力。然后台湾跟美国跟日本是跟台湾站在同一个线，让北京的领导相信这一点，我觉得是对台湾的来说是一个保护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点。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盾牌。那第三个盾牌是比较被小被比较提到的被比较小的被提到的比较小的是软实力的盾牌。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能台湾社会没有那么的理解了解到的地方。什么是软实力？就是一般那个政治学的定位，就是通过外国人对自国的国家理念社会表现的好感，就是外国人喜欢台湾的国家理念或者是社会文化的那些表现，然后觉得好感支持公民可以获得国际社会的信赖，然后确保话语权和外交有利，这有这样的一个建筑学的概念。然后现在目前世界上面非常流行的一个想法软实力，我觉得台湾的软实力是现在非常有力推动对台湾的认同和支持，那促进日本政府或者是世界的善意反应。之前的台湾没有这个部分是没有一个战略性的，很自然的来做就促进这种软实力的一个效果。不过我觉得未来要更加努力就用软实力的力量来获得台湾世界对台湾的支持。因为呢，跟各位介绍这个日本的这个表格，我跟各就可以用就中文介绍。去年台湾政府在日本做的民意调查，问日本人，你们在东亚地区、亚洲地区最喜欢的国家是谁？回答是，就台湾第一，46%，很多了。那第二就是韩国15%，第三是应该是泰国，然后新加坡，那中国大陆是3%。台湾压倒性的是获得第一名。其实这个是如果是20年前做这个民调的话，我觉得没有这样的结果。我觉得这20年台湾在日本的这种民众的好感度的成长速度非常的这么见的惊人的快。那么就这个结果，我们从这个数字来看得出来，台湾在日本的名气是第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有李登辉先生吗？我觉得不是。当然有一个理由，当然理由不是那么单纯的，有很多理由。不过我相信台湾的软实力非常有关系的。因为2011年就是台湾对日本的捐款250亿，是也算是软实力，那也不是政府的什么工作，台湾的民众自愿发动的事情，是变成改变台日关系的整个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民众这么喜欢台湾，最受影响的是谁？是政治家、议员，因为他们需要说现实一点，他们需要选民的支持。那么他们呢？现在的议员到台湾来见到蔡总统握手拍照，那就是他回去日本选民一遍的支持，然后说：“我们的议员哇，到台湾就跟蔡总统见面，然后就哇，就台主张台日友好，哇，选民很高兴，他的选票越多又更多了。”那他到中国大陆怎么办？见到习近平先生握手拍照可以啊。不过接下来呢，他回来的时候被学妹问到，你有没有问那个新疆的问题？不敢问了，当然啊。所以我没有问。那你到中国去干嘛？一定会被质疑的。所以现在日本的议员通通到了台湾来的原因是这个。来台湾很好，也可以吃好的，也可以选民被鼓励被成长，然后
就台湾的领导都说，哎，台旅游好，哦，我也觉得台湾旅游好，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是已经开始。我觉得民意是最强的，因为民意不支持的东西是政府不能做，议员不能做，反而就是民意要的东西，议员一定会做，因为民意是还是 king， 民意是主角。那么这个日本的民意，台湾的250亿是改变的，或者是过去台湾的很多，包括李登辉先生，也包括各个时代的建筑家的努力，还有民间的文化的每一个人的努力，变成日本是渐渐的优待国家。那现在影响到政府的行为，这就是软实力。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个部分非常重要。那这另外一个调查，台湾的民意调查，在台湾喜欢哪个国家是日本第一，这今年的调查日本政府做的60%，这个还非常稳定，台湾人一直都很喜欢日本。那么喜欢美国的4%，喜欢中国的5%，这个有一点奇怪呢。台湾人那么不喜欢美国吗？可能我觉得台湾人对美国的情感就有一点复杂了。作为一种那个外交上面的一个联盟，对美国是非常重要。不过到底喜不喜欢，有没有情感，这个另外有一回事。那这个问题是最喜欢的国家是哪一个？那就选日本是最多。可能是对美国这个部分是喜不喜欢的概念跟重不重要的概念要分得清楚。如果被问美国最重要的国家是哪一个，那可能是台湾人会选美国吧。不过反正是情感上面是这个台湾非常喜欢日本，而且日本是非常喜欢台湾，所以是我们算是一个相恋。那以前不知道啊，就是不过现在情感非常好。那么不过这个情况，相恋的情况是不是20年前早就有的，是在十多年慢慢的是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宝贵，而且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维持这个双方民意的良好的一个情况。那我介绍各位那个台湾有代表性的台湾软实力，例如说最近的那个防疫工作，虽然是这可能今年是这个台湾政府的防疫工作被受到一些质疑批评，不过还是2年阿中做的，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日本觉得哦感动，想要模仿，不只是日本，世界都非常的支持。然后同性婚姻还有男女同权这些性别平等的进步，也是以前日本社会是基本上是右派保守派喜欢台湾，左派进步派不喜欢台湾，喜欢中国。不过这个也是慢慢改变，因为这个部分性别平等的台湾的进步，让日本的左派开始哇，台湾很厉害，比日本好，比日本先进，那我们要学习台湾，这样的一个联动是就开始吧。所以还有我觉得这个效果非常很大。然后对原住民文化的尊重和重视，多元社会，我觉得这些性别平等跟多元社会这些概念是对欧洲 Europe 他们的那些最近对台湾的好意，台湾的善意有非常的密切的关系。还有台湾人的好客，我来台湾真的是好多朋友接待我，包括今天就，所以我在日本很在意我不能吃太多，不过台湾就不能不吃太多，吃很多，因为都很好吃啊，所以是没办法，已经我来台湾胖了2公斤，现在回去日本开始什么，就是对一天一站的生活要心理准备的不过还是接受台湾社会外国人的那亲切态度，是其实台湾获得台湾的粉丝很容易，就邀请来台湾，日本人都没有来过台湾的，来了3天就感动变成他是台湾的粉丝。所以是我觉得还是台湾这种好客的态度好客的精神是很难得的，而且就怎么说也不是一种什么什么计算做的了，就是
这个从心里想要，哎，就是见到一个外国人来的朋友，那一定要好好的接待。这种台湾的人的一个精神是我觉得很难的，而且对台湾的外交结果来讲是非常有产生非常大的意义。那还有最近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图书馆也是一样，文创文化还有独立书店，这些设计美感、文化跟生活的结合，我觉得台湾最近真的是在东亚亚洲最先进的一个地国家，越来越好。台湾年轻人最近要创业，就马上开始开咖啡店或者是那个书店哦。其实台湾的咖啡店真的越来越多，不知道味道好不好，但是而且蛮贵嘛，所以有时候觉得哎，这个咖啡店的味道真的是那么值得那么贵嘛？不过日本是一样，这个味道跟价格是不一定是一致的，但是还是台湾这个咖啡店或者是一些是文创的那个文化，我觉得很有魅力的。日本年轻人这一点会来台湾就很感动。那最后是还是台湾的有健康有活力的民主，可能这个部分对台湾人来说是已经是理所当然的。那很多人觉得台湾社会是台湾人就自己说我们政治斗争很厉害，太厉害啊等等等等，的确是大家都可能这个部分是有一些不满意，但是还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很健康。因为台湾投票率70%到80%，日本做选举50%投票率，而且年轻人就选举30%。我在大学教学生鼓励学生你要就选举，不过他们说老师为什么我投票也没有改变，没什么改变，我没有话讲，真的是因为他是一种这样的信仰，我投票也没有什么改变，不会改变。我台湾年轻人哇，70%到80%都去投票，我觉得很厉害，而且值得成长。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希望台湾一定要保住，因为呢，欧洲的国家对台湾的经济或者是中国军事过大，对欧洲或者是南美、阿拉伯、非洲，对他们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在乎。中国把台湾吃掉也，可能他们不会很难过。跟我们日本啊、东亚国家或者是美国不一样，没有战略性的一个利益，但是呢，他们对民主，尤其是欧洲，对民主非常有强烈的信念。那他们看到台湾的这个民主实现，台湾这民主做的这么多这么好，这么多人去投票，他们很感动，而且想要支持台湾。那对岸的中国做什么？人权、少数民族都被打。那看到台湾这么多元、这么民主，那就他们有一个理由，哇，要支持台湾。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台湾的软实力最大的地方。而且我在台湾、在日本推荐台湾、推广台湾、台日友好、台湾很重要这些言论的时候，还是在日本最有可以打动日本人的心，或者是年轻人的心理，所以就还是民主。所以对台湾来说，是民主是每天有的东西。不过还是希望就多努力维持这个台湾的民主。哦，时间过得真的快，快到一个半小时，我要进入最后面了。好，那我进入最后两页了。结尾，台湾如何应对两个不变，一个要变，两个不变，一个要变。这句话用中文讲很简单，如果这句话用日文讲很麻烦。二つの変わらない，一つの変わります，我很烦。不过我有时候非常喜欢讲中文，因为这个概念用简单的两句话就可以，一句话可以讲出来，两个不变，一个要变。那是里面是什么？刚刚跟各位介绍已经都知道了，日本国家亚太战略就是日本长期来讲，我们要面对中国的威胁，防止中国跟美国、台湾、世界的民主国家联盟，这是一个我们长期的战略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呢，这部分是不用担心。
日本的亚太安全战略是安倍先生时代就开始慢慢的形成，然后经过菅义伟首相，然后经过岸田先生，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变成日本的国家政策。不管是像美国有什么政党轮替，日本有什么政党轮替，台湾有什么政党轮替，就这个部分是不会改变，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可以放心。不过呢，第二点也是可以放心，日本社会对台湾的友善的舆论也不会变。我们慢慢慢慢的，刚刚给完介绍日本人那么喜欢台湾那个民意，我觉得除非台湾人今天开始非常不喜讨厌日本以外啊，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吧，然后以外就基本上不会发生的。而且中国越来越就也是没有什么，他们不会改变，就习近平参选一定会确定，那中国的那种威权方式是不会改变。这个时候日本人日本民众没有理由会喜欢会支持中国。而且台湾部分，我刚刚跟各位介绍台湾的那个软实力没有改变，还是一直都成长的话，我觉得日本社会对台湾的友善舆论是不会变的，这个可以放心。但是还是要回到我今天中间讲到的内容，是台湾不能放心的事情是日本间接的近代实力的主导局面是要变，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事实。其实日本政府日本的政界小泉纯一郎先生执政之后，大概是2022年吧之后，都是清和派，就刚刚介绍的安倍，现在的安倍派主导日本政界，所以基本上清和派是日本的亲台势力。那他们在这个情况之下，台湾方面沟通也比较容易，而且感觉是自己被重视，那就对台日关系有很大的加分。不过呢，所谓的日本人的日本政治的新三角，就是岸田派还有麻生派、茂木派主导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那就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的影响力是一定会不如以前的。我说这个新的三个派系会不会亲台，会不会亲中，这个很难说。而且已经时代改变，他们一定不会像以前那么的亲中，但是他们还是也会保留一个态度，我们要观察，或者是我们要平衡。所以台湾去年应该是去年吧，那个疫苗需要的时候，日本反应马上非常快，台湾打电话，日本马上准备，马上送过来，然后某种程度是救了台湾的那种民意的一个空房。我觉得那个时候速度是最关键，因为迟了一个月一点都没有效果，在那个时刻，在那个速度才有一个外交效果、政治效果。不过未来会那么容易吗？会那么快？我觉得说不定了，因为管道是已经改变了，管道已经没有那么的顺畅。这个时候我觉得台湾方面有需要一个心理准备。那最后我有一个三个建议，三点建议，未来新的台日50年。第一，这个我这个已经对不用讲嘛，就是台湾方面就多加努力保持维持现状的表态。那所谓的维持现状是，已经台湾是独立状态，所以这个独立状态维持就是维持现状，不是要独也不是要统的问题。台湾现在是已经是独立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是有，当然大家都可以想象到有更好的、更理想的状态。不过还是要目前在这个国际情势之下保持冷静、低调的态度，维持现状的表态，谨慎处理两岸问题。这个可能我觉得台湾要选择比较有合理性的一个政策。所以因为目前对岸中国台湾没有什么，没有做什么，他们都没做的犯错，就让外国世界觉得中国
是麻烦自找。台湾什么都没有做，台湾是受害者。我觉得这个角色蛮非常重要，一定要保持这个角色的，就是一种让世界感受到台湾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错，就是台湾是就是一个好好的维持民主自由的社会，那就对岸一直都控制。我觉得这个结果是一定要保持下去，就是获得世界的认同。然后同时把台日之间，当然是跟台美也要不用讲，不过台日之间的外交国防工作已经因为有一些政治因素就没办法公开做的事情也可以做了，就是可能是首相来台湾，总统到日本就可能比较不容易，但是其他外交国防的一些工作是其实是没有涉及到那些就是一个外交原则等等的事情，就我们可以做到，可以更做的那更像一点咯。那第二就是刚刚我也讲到，日本是一个已经是民主社会，民意是最大最重要。这个民主社会是不一定是坏事了，因为民意为主，民意最大，所以是台湾方面尽量展开退路的民意工作。已经没有做过没有做这种民意的有系统的民意工作。不过我希望台湾是尽量是维持日本人对台湾的好感。刚刚也解释了，议员和政府选民重视，议员政府是会重视选民，那选民支持台湾，那就等于是日本啊，这个从事这个字不要了，日本支持台湾。这个民意工作是很简单，每个政治领袖或者是每个一个政府官员呢，如果有自己的日本 Twitter， 今天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很高兴，那就日本人看有时会注意到啊，台湾还是很喜欢日本。这种一个小小的一个发布信息也是我觉得很有效果的。那我觉得每这个时候实在是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是又会可以影响到外交，因为网络时代 SNS 社会那个社交网络时代，我们都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会影响到民意，所以尽量我们多做这个部分，用民间的力量来改变政治。我们已经在十年已经做了，那我们可以接下来做。那我自己也是一样，写文章或者是这种发言，来尽量把台日关系的民意的部分做得好，做得更理想。这个一定可以改变政治，一定可以日本跟台湾之间的一个也是外交关系，也会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就是保持良好关系。那最后一个建议是，还是安倍派的人脉也可以维持，但是已经可能是没有过去那么有用了。这个可能这个说法是有一点太冷酷嘛。不过作为一个政治观察者，还要我要表现我的观点。安倍派长期来讲是会慢慢的有可能衰退，有可能分裂。也没有衰退，没有分裂，也没有办法发挥以前那么大的政治实力。在这个时候，真正的未来是不透明、不确定。那台湾方面呢，希望是尽量开发安倍派以外的议员人脉，因为台湾跟日本是没有外交关系，还是议员外交是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个展开议员外交的时候，就之前是某种程度是台湾方面是比较依赖安倍派，因为安倍派有力量，安倍派亲是台湾非常友善，所以应该要依赖才对了。不过现在已经时代改变，情况也改变，那我们一边继续怀念安倍先生，但是还是一边要跟安倍派以外的议员人脉或者是对政治人脉更多、更宽泛、更多元。我觉得这是一种分散风险的方式。未来到底谁来主导日本政府，目前真的是很难看得出来。安倍派有可能也恢复，也有岸田政府有可能就是更强，或者是一些茂木先生，这是日本的干事长，他有非常大的政治企图性的，
他也有可能就是做一个下一个日本首相，所以但是一个脚本都没有写好的，在这个时候台湾也需要一个偏上风险的一个概念来做一个议员外交是还是比较重要，特别是在刚刚介绍，之前是给台湾方面没有很多的一些交流的，红之会，或者前首相的菅义伟先生。 或者是所谓的听众派，不过其实他还蛮态度还蛮开放的，那个二阶先生啊，等等，自民党、非主流派，还有和蔡业党这些不同的联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团派系，台湾方面都接触。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台湾的安全啊，或者台湾的对日外交方面是蛮非常的重要。那个教授好，我想请问的是说，嗯。 安田刚选完嘛，所以接下来3年是不会有选举嘛。那我知道看到的讯息是关于修宪的问题的部分，似乎好像比较见到曙光。那不晓得教授对这个部分的看法？那至于说需要修宪的部分的话，除了第9条之外，还有哪个地方大概纲要重点的地方，说日本人希望修怎样修出怎样的宪法出来？大概这样，谢谢。谢谢。 感谢那个非常专业的提问了。这个修宪的部分是我也感受到台湾方面非常重视，因为日本和平宪法，刚刚应该您讲的是和平宪法有关的地方，一直以来是日本是有一种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和平宪法，所以不能就是跟外国打仗啊等等。那这个和平宪法有分为两个地方，一个是日本不能派兵到海外去，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自卫队，虽然是。 军队，但是他们宪法上是一个自卫队，不是军队。这两种结果是日本的和平宪法。但我们目前的民意来说是自卫队改为军事是有不晓得支持，包括啊，因为他们是军队嘛，军人需要被尊重了。不过在日本是他们不是军人，那就什么人了？公务员嘛，这是公务员。不过还是他们要冒着生命要。 有一这样的一个时候了，所以是还是受到一些社会的尊重。不过没有不是军人就没有办法。那我觉得日本很多民众是已经接受这个他们是军队，而且很重要。那就这个部分改善是我觉得困难不是那么的大。但是海外派兵，我们的武力要送到海外去，这个部分门槛很高，而且反对啊，包括自民党内在野党都有。 所以安田先生不会把这个部分做了修宪，当然是修宪是安倍先生的梦想，而且自民党的那个一种他们的梦想，所以现在是参议院跟众议院两个都自民党占了百分之，自民党跟公民党就是联盟啊占了百分之三分之二，就三分之二以上的实力，所以理论上是可以做到，但是开始做的时候会做的保守一点，那么前面的。 军队的定位，我有可能就会做。不过后面的海外派兵的部分，这个有一点会影响到台湾，但是这个部分是期待，也不能太期待。大概我目前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刚才的宪法部分，我刚才已经听到了。那我现在的是什么建议？就是说，当中国它开始一直不断的用，穿越中线啊，或者是说在金门上面做侵扰啊，或者现在固定都在台湾的周边，好，他就要改变建立一个新的常态，就是台湾海峡是内海，那没有所谓的好所谓的这个就是其他国家要来保护台湾的话，他有能力去把它击退，甚至飞弹飞越台湾的上空，都掉到日本的经济海域，那他看起来他们没有要停止的意思。 那台湾现在这个时刻如何做？我们要做什么？我觉得每个台湾的国民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台湾很自己的国家很重要，如何保护，如何面对这个情况？那么，因为我不是军事专家，那还是我觉得我是比较对舆论或者是媒体或者是一些社会层面的一个了解比较多，所以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台湾虽然是保持低调，没有特别用严厉的用词来批评中国北京。
这是对的，不过还是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对十月份开始，或者是台湾的地方选举结束以后也可以。我觉得台湾要做国际宣传站，这个很重要，因为需要找回话语权，是目前是我们我觉得台湾可以做的事情，而且台湾可以更做得更好的事情。那么，例如说，现在，美国的肖美琴大使向美国的电视讲话，这个对美国的舆论一定会有一点影响力。那我觉得在日本也希望台湾有更多的声音。那么，我日本人的所谓日本人的亲台派。也经常讲一些这个为就是为台湾的讲话，不过还是台湾派人到日本来，一些政府高官、天理也好，都来日本，然后接受媒体采访或者是开什么会议，都直接讲出来，然后主张台湾的立场。我觉得第二阶段现在还是对紧急状态，所以是保持冷静很重要。不过第二阶段就台湾可以走出去。然后向世界直接表达台湾的正当性、台湾的建议，因为已经有很明显的结论，台湾是受害，他们是一直来是这个攻击。我觉得这一点是台湾已经这个说这个，如果北京的说法来说，是台湾有一个言论的制高点是在台湾，那这个言论的制高点在台湾的话，好好的利用这个优势，就多一点。国际宣传多一点，就是国际舆论工作，我觉得这一点是未来我希望看到的。谢谢。你好，那个媒体的调查的结果就日本的一半的国民反对安倍总理的国丧，那个结果是日本媒体的带风向的结果嘛？我觉得这样子，你觉得呢？带风向你知道吧意思，因为日本左派媒体都大部分都是左派，就是那个反日本派啊。好，谢谢，非常专业的提问了。因为那个带风向或者是一些那个放气球啊，我是一个不管是台湾不管也是在日本，我经常我们看到。那么这个舆论民意调查的部分，我可以理解你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日本的这个媒体，包括长津新闻、读卖新闻，这个比较右派了，就是交流新闻，是我以前在的呢，还有一些媒体新闻啦，那比较左派。不过第一个事情是，日本的媒体的政党色彩不是像以前那么的强烈，是连战时期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分界了。不过现在台湾媒体明显是自由时报跟中国时报、联合报，哇，立场很明显嘛。不过日本的媒体是大概不会，有一点不会像台湾媒体那么的明显。那么加上这个民意的调查的结果，我看每一个报纸都一样，右派左派都是反对多，差没有那么大。所以呢，我这研判就是这个已经变成是日本的主流的意见，就是。所以不能说是这个带风向啊，或者是放气球的，因为日本媒体跟政治的距离是还是比较远的，政治政党也影响到媒体也比较困难。那么加上这个民意调查是需要一个科学的一个方式来做嘛，那这个部分日本比较有长期的传统。那某种程度当然是每个报纸有不同的那个有一点点的差距，不过还是我觉得现在日本的主流意见是对这个国丧有保持比较不太支持的态度。但是这不一定是，我再强调一下，这个不是日本人讨厌安倍先生，不是这个理由，这个统一教的问题打击这个要不要办国丧这个政策的前面的那个日本人的态度，所以这部分时候我们可以分开理解就比较好了。谢谢。刚才有提到说要跟这个红池会，那红池会里面两大支柱，这个麻生派跟这个岸田派，那我自己的感觉是好像麻生派跟台湾关系好像比较好，比较亲日。但是呢，最近
我们也找出来，岸田先生的祖先，他的阿公曾经在这个基隆开过，做过生意。那所以台湾也有人想要透过这个关系，然后看是不是能够拉近关系跟这个岸田先生，类似这样子的关系。我不晓得，那个诺基玛先生怎么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值得从这个方面去加强这个两国的关系？以上，谢谢。谢谢谢谢，这也是蛮专业的提问了。就是台湾人对日本的理解度很高。那这个马先会长，马先拜的马先生先是第一节是他对中国的态度比较严格，然后对台湾还是蛮友善的。他本人是这样子，不过他的下面呢，说不定是跟他的会长一样，而且这个部分是日本人的日本的政党的派系是那个派系的领袖的影响力是要看每个派系。其实例如安倍派之前安倍先生的控制力非常强，不过马先派是他们是在短短的时间很多议员加入的一个派系，所以马先生的控制力是其实没那么强，那很多议员的想法是会不一样。觉得所以这个部分是马先派，而且马先先生有一个梦想，他要恢复大鸿之派的梦想。我觉得他这个梦想是跟对安倍先生的友情是另外一回事的，他要恢复大鸿之派，所以尽量要找出过去在鸿之派有关系的派系，一起要建立新的鸿之派，比现在更大，跟安倍派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的第一任现在安倍先生走的时候以后，马先生的第一个政治目的是这个，这个我自己的观点，可能不见解，但是我相信这个是都比较合理的。那么这个部分觉得依赖他也不容易的。那另外安田先生他的那个祖先是在基隆，这是事实，不过已经离开很久很久，民主时代到现在嘛，之后就他家人跟台湾的连接几乎都没有。安倍先生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因为他的爷爷他的爸爸他都有台湾，都跟台湾关系，这样的一个父子继承下来的一个传统是其实很有意义的。不过应该是200年前或者150年前的事情，是现在多少影响到安田先生，可能就是聊天的时候提到这个时候他会开心，不过实际的这个政治作用是这个比较很难找出来吧。好，谢谢。叶道老师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要跟您提问。一个就是刚您提到的，就是这一次的裴洛西事件跟所谓的中国射飞弹到所谓的八重山群岛，刚有讲到的靠近日本这个我们讲说与那国岛跟这个波照间岛这中间这个海域其实也很靠近台湾。那这个事情呢，我想要问的是说，这个是一个他可能有精心去计算过的一个涉及的地方去制造这样的问题，甚至引起所谓的我们讲的说他要突破了第一岛链。好，这是我第一个问题，是他这个是有刻意去设计过的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统一教的问题。那我们知道那个统一教是从韩国发起的嘛，那我好奇的是说，因为日韩之间也是有一些蛮特殊的一个文化上或者是说政治上的一些关系，那这个统一教对今天的所谓的日本的影响到底深不深刻？因为在我们台湾来讲这蛮陌生的，可是我知道就是说这个岸信健首相其实蛮支持这个统一教，对，所以我想要了解多一点，谢谢。好，那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有没有中国刻意就是故意把那个菲洛西来台的这些事情嘛，他们是也是后面是一种算是一种操作的这种意思，我的理解是这样子，没有做吗？好，那么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中国很明显早就有准备如何占领台湾，如何包围台湾，他有一个作战准备作战计划，那么他们借着这个机会就给台湾一个警告，他们是这么做，所以这是没有，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嘛。但是呢，菲洛西来台是有没有他们算好的事情，是我觉得
这个可能是比较低，因为过程是中国一直都说服美国，想要说服美国不要让费洛西来日本，而不是台湾。但是这个没有促成，因为美国的议员有自由旅游的权利，尤其是费洛西是民主党的一个大咖，那这个拜登应该要他也要尊重他，所以没有办法完全改变他的那个反台的意愿。那华府都不希望的结果有可能，当然是北京都不太希望不希望的结果。不过他又已经来了嘛，那就是中国是很即将发动包围台湾的这一次的军演，我觉得大概是我这样的理解是不会做吧，所以是一个偶然的过程是带来，对，也许中国长期来准备这样的一个包围台湾的一个作战，那就他们就发动试试看，那就这样做了。我觉得这个一系列是我这样理解是可能比较合理。那第二个问题，统一教的问题，对，我理解是这个问题对台湾比较陌生。那其实对日本人来说是比较陌生，为什么我们在日本统一教那么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了解历史就比较容易理解。那个是反共有关系，反对共共产主义，因为1960年代、50年代、60年代是我们世界，包括在台湾的一个蒋介石也是一样，反共是我们自由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是日本的一个岸信介首相，就是安倍先生的爷爷，他是还是日本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主角啊。那个时候，统一教是反共宗教，他们的信仰就是反共。那他们想要在韩国发展之后，要在日本成长。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是找这个岸信介先生。那岸信介先生也是需要一个，也是帮忙，也需要朋友，因为那个时候派系的竞争很激烈。那他本来的派系是不是那么大？所以他想到一个方法是，那借他们的力量来，第一个是需要资金，第二个是需要他们的一个人力。人力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作为政治议员来说，人力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个选举大选举，统一教派好多人来当他的临时秘书，那每天不需要钱，免费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就慢慢的一个议员都会习惯就靠统一教的一个人员资源。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还讲是资金的部分当然会有，不过这个看每个议员的需要，不过人力资源的部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作用蛮大的。所以是结果呢，这个长期来讲是安倍派，就是岸信介先生继承下来的这个传统下面跟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密切到安倍先生，所以安倍先生可能他选举很强，他没有需要任何的那个帮忙，他可以打赢。不过按照派系其他议员的利益，他还是选择保持这个跟统一教的这个合作关系。那结果他就这种冤枉的一个非就是发现了嘛。但是过去嘛，就从这个岸信介先生到现在可能超过半世纪的合作关系是缔结是存在的，那么导致今天的这个悲剧是某种程度是有这样的一个因果而产生的。是，谢谢。今天城市讲堂非常感谢叶道刚教授带给大家见树又见林的演讲，谢谢谢谢。